春天的季节最诱人了，花开的丰盛茂密，空气间散发的温馨气味。母亲节快到了，这是一份华丽的陪伴。我是 Momo 林心颖，一位新手妈妈，小孩刚满八个月。母亲节即将到达，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母亲节，真的是很有感触。当了妈之后才知道妈妈有多辛苦多伟大，而我今天呢，为我妈准备了一个超厉害超漂亮高贵不贵人人都爱的礼物来送给她。我在这里呢，就是希望把我的礼物包装得美美的，添加一些花的气息。明川老师，好久不见，老师，你知道我跟老师认识多久啦？好久哎！哎呦，老师在演艺圈至少待过了25年以上哟。还好我一样年轻可爱。哦，对，而且老师最近还开了一个花店。哎，对耶，而且为了这个小花室，还特别去纽约上课，就是希望把那个美式的花艺带回来给大家。哇，不得了，不得了！我今天真是找对人了呢。老师，就是这个礼物，要麻烦你喽。好漂亮哎！包装都很精美吧？哇，这是山茶花吧？对啊，这就是爱奇华的山茶花手表呀。真的假的？当然啊，你看这么美，爸爸妈妈们的梦幻艺品。你知道山茶花的花语啊，就是代表女性坚毅有韧性。那根本就是在形容我妈呀，我妈就是个个性很坚强，然后也很感性的女人，而且店员还跟我说这个是天然宝石。哦，真的、啊，亮晶晶的吧。可是它的那个光泽度，我觉得它应该是用那个八星八箭的功法，所以才让所有的天然宝石都可以这么的亮。啊，你现在也是妈妈哎。对，我也是妈妈哎，我也是如此的坚强、坚韧。打几分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厉害，我妈还是比较厉害啊。我妈100分，我应该只有50分吧。哦，加油加油，没关系。你今天在帮妈妈准备了这个礼物之后，你有那份心意，你的分数一定会爆表，所以没关系，交给我。利用山茶花手表再跟花艺结合在一起，相信林妈妈一定会喜欢我为你做的礼物。老师，麻烦你喽。这个是麒麟草，就是我喜欢它的香味，跟因为它可以有这种聚在一起、密在一起。而且它颜色很特别，它是有点绿带黄的感觉，所以它有一个很自然的渐层。是火焰百合。哦，火焰百合。它跟一般百合长得很不一样哎。对，因为它是一个火焰状，你看它颜色。对。那郁金香呢，其实非常的高贵典雅，就像妈妈们可能有一些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你妈平常是哪一个路线的？我妈生气的时候可能就会像火焰一样，好适合。然后温柔的时候呢，就像郁金香一样。所以我在做花的时候都会代替你，代替这个要送花的人，想象收礼的人之间的关系。追风草我之前喜欢是因为它就像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常常都要逆风飞翔，每个妈妈都在人生当中在跟自己挑战。平常就是很乖很孝顺的一个女儿啊，今天就是临时你们邀约我，他是真的不知道。其实真的是很感谢我妈对我的教养。妈妈辛苦了，母亲节快乐。我妈看到这个花一定会非常感动。哦，我就知道，你们很过分呢。妈，你干嘛哭啊？我就说他很感性吧。你看，不赶快把这个、妈，你看最漂亮的花礼送给妈妈。老师做的多美啊！你看，超适合你的，真的。谢谢。还行啊，那谢谢大家，真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要整我，你们真的很坏。好啦，真的是我妈真的很辛苦，对我很好，而且我到现在还是超黏我妈的，就是每天都打给妈，妈，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帮我照顾孙女啊？快点过来。好，那现在我给这个最后的温馨15秒，让某某好好的看着妈妈，多久没有跟妈妈好好说说话？说真心的、真心真心，真的是妈妈辛苦。不会啦，你也要加油努力啊，当妈妈的。I love you。母亲节快乐，爱你们，母亲节快乐。你也妈妈快乐，母亲节。对，我也是，母亲节快乐。
全天下的妈妈都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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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